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是止于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 Shadow Magic 投影寻针。那么我们上一次呢是完成了全部的 6.0 系列的关卡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是要玩 7.0 的关，是不是？那 7.0 的关呢是从这里开始 7.1。 OK， 那么我们进入 7.1 的关。哦， 7.1 的这个场景换了，哦，这是运动，哎，这里的主题应该是运动，我们的这个思路啊，要向运动这个系列靠拢。那么我看一下啊，这个到底是，哎，这是一个人的，哦，这是一个什么健美的吗？这个，哎，有点意思了，哎。这样子吗？哦吼吼，健美运动者。OK， 下一关，下一关是 7.3， 哎， 7.2 是这里，那么就 7.2 开始。 7.2 呢也是关于运动啊。那么，哎，这怎么刚开啊，哦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看出来了，这是棒球吧，看到没，我一看就看出来了，这是棒球，但是我们只要把脚给弄好就可以了，然后合在一起什么，哎，有点意思啊，但是没成功。哎，不对呀，哪儿错了的？哦，这样子哦，稍微拉一下。OK， 下一关，下一关是 7.3， 这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啊。哦哦，篮球运动员吗？可以啊，出来了，我们只需要找一下他的脚，然后把身体合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个脚不对啊，这个脚不对啊，又是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了。OK OK， 下面的话呢是这边是 7.4 了， 7.4 这是关于哪项运动的呢？这个应该是脚没错的，你看这部分应该是脚。是这样，哦，哇哇，这两个合在一起居然是一个人拿着，就是怎么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跆拳道啊还是什么拳击手，哦，可以啦，拳击手，果然是拳击手，哇，厉害了。 OK， 7.5 是什么运动呢？我们只要找到头和脚就可以了，好吧，我们只要找到头和脚。哎，这是什么运动啊？难道是击剑吗？哦，滑雪的，这是滑雪的，这个我看出来了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。这样子吗？哎，哦，滑雪者，哎，我的这个就是不错啊，挺厉害的。OK， 7.6 的关，我看一下，哇，哇，三个物体啦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会是那个吧？我一看到这个环，我就知道应该是体操吧，因为体操运动员大多都是这种，就是比如说什么丝带啊，对吧？什么环的那种。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动作，我第一感觉有点像那个体操运动员，但是我不确定啊。那我们先找到人物的头吧，头或者脚。那这个关于运动的话呢，肯定是有这个身体的，我觉得中间应该是身体。那好像是真手，哦，我看到手了，看到没？这是手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要找一下的这个其他的东西。脚，哇，这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哎，哦，那这样的话呢？那上半部分的话，应该就是脚了。我知道怎么做了，这个，我们只要找到另外一个脚就可以了。
是怎么样？是这样吗？哇，艺术体操运动员，哇，我真的没想到居然可以完成这样子，哇，这个影子的神奇力量就是这样，好厉害。 OK， 7.7 也是三个物体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按照惯例啊，找到头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这看到什么东西了？这应该是个举重的，好像。哦，可以了，哇，举重运动员，哈哈，哇，这个可以，7.8是秘密关的啊。那我们按照惯例呢，先完成这个主的投影。哇，这又是什么呀？三个，我觉得脑细胞已经烧得够多了。哎，我找到脚了。哇，美式橄榄球运动员，哇 ，OK， 那么7.9了，7.9是这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，那就7.9，哎，我直接看出来的，这个应该是人的头，看到没？最上面这个，我在动的这个肯定是一个人的头，这个能直接看出来吧？哦，哇，滑雪运动员，哇，终于成功了。 OK， 7.10 应该是7.0系列的最后一个关了吧。 OK， 那么运动，这个是什么运动呢？哎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直接是一个脚吧。哦，这样合照。哦，哎，这是那个吧？什么？这什么运动来着？铁饼，它这个姿势很像铁饼。哦，真的是铁饼。哎，可以了，铁饼运动员，哇 ，OK， 获得了运动的成就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应该是玩8.0了吧？这边的话好像是全部都完成了吗？您还不能玩这一关。我得玩 3.8 是吗？那我们把之前的 3.8 也玩一下。之前我还遗漏了一个 3.8 的关是吧？那么这个关的应该是生活物品啊，我们记得对不对？哎，可以了，煤油灯，哦 ，OK， 那么3.8就玩好了，这边是3.9，我们上一次的3.9还没玩过吗？哎，可以了，椅子，嘿嘿嘿嘿。
然后这边的话呢是额外关了，那我们应该把所有的关基础关都已经全部都玩好了吧。这边是 8.2 了， OK， 那我们可以解锁 8.0 的关了是吧。那 8.0 的关呢我们下次再玩， OK， 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我视频的话呢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。我是止于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